你甲伊讲，店的对面巴萨开咩啊？起一格，啊，唔知影安怎会起？好啦好啦，啊，巴萨起一格起两格，你本来甲伊讲，啊，你长嘴放屎甲伊讲来。Hello， 你是陆先生吗？你叫我阿洛会使啊？你有没有一点时间啊？我带你下去楼下，介绍一下这边的环境给你。袂使跋筊吼！你看到你伫桌顶无？店门讲不能跋跋跋。有啥物白滴啊？爱食过麦？喂，感谢感谢。你好，我是陈啊，我是你厝边的，今日对面的。安怎我查某囝是啊？这是谁查某囝？我有一个查某囝，来美国。爸，我去做工了。奖学金白鹭到行乌龟，佫有食的咧，徛的咧。我银行佫有几万块，你拢加读册。阿嬷有欠欠，煞出去行行看这世界，哈？阿公真的，包我请。这才真的啊。You know what's funny? He wants me to write, but he can only speak in Hokkien.And I can only write English. 这张批会使读我听，我你不要读。写批爱有感情，爱用心来写，安尼人看的才会感动嘛。到时我若是大学毕业，要着过来美国，甲我做阵看世界，红毛人的世界。我到下去写批，你走起。是干那写批，我家己走起。